给你们录一个神曲，名字叫做《丈母娘》。等我一下。好啦，开始。你家大门口呀，亲自拜访你的老妈妈呀，亲爱的老妈妈呀，你不要拒绝我，请把你的女儿嫁给我呀，我的女儿不能嫁给你呀，你没有房子，没有人民币哟，我的女儿呀。把我的神曲弹幕转发加评论，谢谢，记得关注我哦。